漫画新作下课，百姓在怒吼：下课，下课！啊，维尼大帝看不见呢，听不见呢，他在干嘛？他在专心的为自己点赞。嗯，大国战役点赞，评论啊，不，竞评。漫画有其独特的魅力啊，便于传播，抓眼球。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，可是字面上又没有问题啊。大家不停的转，涛就不停的画。原稿有收藏价值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给我啊，可以私信给我。装饰你的书房是很有意义的，跟涛一起记录这段荒诞的历史。经常都会有朋友说我很喜欢你的画啊，我敢点赞，可是我不敢转，我怕有麻烦啊，尤其是墙内的朋友。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，通用的小技巧啊，你带评论的转啊，你的评论可以是打倒程涛，反动派，呵呵，转给爱国同胞看看这些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啊，程涛王八蛋啊，没问题啊，涛懂你的意思。有没有用呢？当然有用了，一点小技巧啊，让你不喝茶。好。谢谢大家。